个郭晶晶的爱情结晶前几天平安诞生，但这出生还没几天，一家人就已经开始为宝宝今后的教育费心了。有消息称，霍启刚和郭晶晶在香港为儿子找了一家幼儿园。据悉，这所学校有着幼儿园里的哈佛之称，每年学费高达17万元。巧合的是，这所幼儿园的副校长是霍启刚的前女友吕庆欣，两人虽然早已分手，但仍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。不知道以后这金刚葫芦娃入学后，会不会得到吕阿姨的特别优待呢？